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谁有道明？香蕉与兰花，守正直八百，守护真民主，守护真民主，树立新政治，树立新政治。也是希望柯文哲，希望呼吁市长柯文哲，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希望他可以听得到。那我们也知道，柯市长他其实上任以来一直非常在意民意，所以我们今天办了这场游行，然后有上千、数千名的市民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柯文哲市长看到这个样子，然后能够对远雄可以解约，立即解约，然后把巨蛋拆除。其实我们今天在光复南路就是办这场游行，我们封了光复南路的一个北向的车道。其实我们同时也是想要告诉民众，就是如果炸巨蛋盖好了以后，就是像今天这么塞。今天现在的状况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就是非常的塞。如果那巨蛋盖好了，它不是只有安检的问题、安全人员疏散的问题，其实它更大的是周边的交通冲击。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正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的生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市府一直以来都还没有去讨论过，因为他们先从人员的安全先开始去谈，那周边其他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还要面对的。那今天同时我们也在现场开始提出那个拆巨蛋的公投联署，就是我们帐篷这边都已经开始有公投联署单。那现场来游行的民众也参与得非常积极，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啦，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柯文哲市长可以知道，就是人民的声音是希望这个蛋可以拆掉的。一定会面临到开发的问题。那其实之前出来参选的契机，其实是因为师大那边的一些所谓住商争议或者是开发案。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说透过这种社会运动、公民的外部的力量，其实很重要是你要从社区内部，就从所谓地方。所以举例说，这边以前可能是一个园区或者是有什么，那我们可能要集合附近的居民或里，然后大家去讨论说，我们希望我们住的地方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那我不觉得说这个东西盖起来之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从社区的力量去透过一些文史记录，然后去让这些人了解说，哎，这边以前是怎么样，这个园区、这个松烟他们以前有什么样的意涵，那这些树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透过这种比较软性的力量，那我觉得是要多管并进啊，就说用公民的力量，也要用透过这种在地的力量去跟政府做协调。
在我们去年423开始发起护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目标都是把这些树保留下来，然后希望去推动台北市的树木保护的法令的修改，以及推动我们这个社会愿意去正面的面对树木保护的这一个议题。那这一年来，其实我们在路边很多小市民的想法跟我们都非常接近，大家都觉得树这么漂亮，为什么要挖走？其实大家的想法跟赵腾雄差很远，赵董事长一直说树很丑，而事实上在我们小市民的角度，我们真的觉得这每一棵树都很珍贵。然后可是这一年来，如果从谈树护树的这件事情上来讲，其实台北市政府新的市府团队是不及格的，从他们上任以来到现在，就护树这件事情来讲，新市府团队的分数是不及格的，因为在观念上其实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可能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透过一些口语上的包装，然后或是透过一些媒体发布的讯息，好像营造出一个市政府是一个新的市府团队是一个真正友善树木的一个具有这个样子的观念，可是实际在执行面上，不管是从国父纪念馆地下连通道的案子，或是从广慈博爱院社福园区的案子，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新市府团队，其实跟以前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认为树木可以移植的旧官僚，其实相差不远，差别只在于现在的市长是柯文哲，所以我们其实就护树这件事情来讲，其实我们虽然已经走了一年，然后甚至在最近对于大巨蛋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甚至有机会把它拆掉，可是再单回归到我们护树的这件事情上来讲，其实我们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面对的其实反而不是一个财团跟政府官商勾结的贪腐的结构，说我们把它把从弊案抓出来，把资料翻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去扭转这一整个结果。在护树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再跟我们对抗的，其实是很传统的陈旧的这一些观念，认为我们人类可以去主宰这些树木的生命，认为这些树木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好的移植手法去进行移植，可是却忽略了这些树木它留在这一个地方，它留在原来的地方，可以给我们人民，可以给我们人类，给我们台北市民在跟这一块土地的情感连结上，或者在历史意义上的连结的这一个重要性，其实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被看见的，我们也没有看到市府团队有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整。所以像广慈博爱院的案子，市政府都发局丢出了一个讯息，是他们选择以屋救树。那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一时间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当我们去看到他们的这一些模型以及设计图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他们所谓的以屋救树，只是去迁就几棵少数被认定为老树的，然后针对其他的树木，他们完全不 care， 然后或是认为反正移植就好了。那跟我们对于广慈博爱院那一块土地700多棵的树原地保留，成为一个公园，或者让这些树木原地保留，然后只利用这个土地上原本的这一些开放的空间去进行这一些社福园区的改建，或是社会住宅的新建，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台北市政府对于树木保护的这件事情有展现出任何的决心，所以我们也才会在第一时间去批判这个广慈博爱院的开发计划是一个幌子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在树保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市政府真的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对，我们觉得改变观念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可是我们一定要去做到，因为这一整个社会的观念对待树木都是不尊重的，然后其实比较愿意去尊重树木的都是我们小市民，我们这些具有敬天畏地的这些传，就是愿意去认真的去面对大自然对于我们的重要性的这一些人，我们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树要留下来，
可是相较于很多传统教育出来的认为这一些树可以修，树下要扫得很干净，连落叶都不能有的人，我想在这个价值观念上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距离需要再去拉近，那我们会继续努力。